你看，金蝉脱壳，这叫做龙虾脱壳。翻白眼了。这次我们到了台中北屯区一间自己 DIY 的烧烤和牛海鲜烧肉。这次我们不只点了这个日本A5等级的和牛，还有澳洲的这个巧克力和牛，他家还可以自己依照自己的喜好去烤。那另外我们还点了一种超好吃的炸牛排，外酥内嫩，非常的好吃。再来他家的这个海鲜也是很猛，套餐内还有这个超大的干贝，还有超大块的龙虾，你可以选择自己要煮汤，或是放上烤盘，烤的焦香，自己决定自己要怎么吃都可以。最后他也有这种一个人只要300到400块的这个个人套餐，一个人也能够吃爽爽。你看那个油，你看那个油，这个油应该要放在饭上面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说饭马上就有饭，好神奇呀！吃了。Hello， 德瑞克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台中，等一下要回去又要去，每次都是一日游来这边吃东西。这一次找了你学妹跟她的朋友特别从高雄上来，我们特别找了一间是在北屯区，我看 Google 当地它的评论非常高，是在做和牛的。我们今天直接来吃和牛加龙虾，而且不用到3000块，走。好了，我们餐全部到齐了。这一次我们点的比较特别，我们奢侈一点。299刚才是吃和牛加龙虾，是我们额外点的，因为我刚才看它的单人套餐蛮便宜，299而已。对，299而已。A5 和牛，然后还有巧克力和牛，然后还有这个美国炸牛排，然后还有伊比利猪，还有这个生蚝。龙虾、干贝，还有这个套餮啊，什么蛤蜊这些沙拉、汤、手卷，还有菜盘。然后我们就点，因为我们这次来4个人，所以我们额外刚才叫了他两个的单人套餐。他单人套餐我觉得很划算，就300多、400多而已。这个是399的，这个是猪肉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只吃猪肉，伊比利猪。然后他整个搭配套餐，然后也都是自己煎这个，然后还有猪肉。这个是。安格斯牛一板，然后也有猪肉，它每个都会有附一个猪肉，然后一样手卷整个套餐。这个好像是499，我看一下。哦，没有哎，反正牛比较便宜耶，牛是399而已。哎呦，牛是399而已。我操，原来是用了内力加速了它的。现在猪比牛贵，499。好了，那我们等一下开始要来玩这个，对吧？这一整顿啊，目前最普通的开胃菜就是自烧猪皮肉肉丝。翻白眼了，我那个油脂融下去好爽。超级大干贝，你看它这个干贝都跟我的脸一样大了，并没有。你看金蝉脱壳，这叫做龙虾脱壳。煎龙虾用煎的，龙虾是要放在衣服上当 set up police， 你们来。真贴心，也帮你切好了。哇，超大块！那我要留一块拿来煎，拿来煎是不是？对啊。来，哦，哎呦，引到油真正变钱的了。你看那个油，你看它那个油，这个油应该要放在饭上面，对不对？哇，你看说饭马上就有饭，好神奇呀、啊！哇，吃了，入口即化是真的，它真的不用嚼，它那个肉就很软烂、啊。然后有入哦，你不要吓了我。自己可以控制要不要煎到焦香，或者是直接吃最嫩的。但是这个我觉得真的那个油感啊，可能吃一个人吃3-4块就够了，因为油真的比较多。所以我们来试试看这个巧克力和牛，颜色比较深。OK， 还有这个炸牛排，好，帮我慢慢放下去哈。哦，我放好。哇，你看，好，来，我再帮你们吃一下。这个是巧克力和牛，巧克力和牛感觉是油比较少，油跟肉差不多5-5分，是这样。相较日本和牛，我觉得巧克力和牛会更好，因为它的瘦肉更多。和牛的话是吃它那个油脂，可是你吃几块以后，你可能就会腻。
你就可以马上吃巧克力和牛。巧克力和牛是油脂跟肉很分布很平均，而且肉香味更重。就是炸牛排，嗯，我本来以为它会有什么筋很润，完全没有。它外面那一层酥脆的皮啊，你吃下去的时候还吃得到那个油炸的那个香味。然后中边是很嫩，你是想吃？它还有洋葱哎，对，它还有洋葱哎，所以你看到它可以直接洋葱先在这边弄牛油爆香，爆香以后然后再加着吃。先吃干贝。美修你，博韵的嘴巴已经可以忍受100度的高温，完全没腥味，超好吃，像鸡腿肉一样的龙虾，好爽，好好猥亵，嗯，煮的刚刚好，一比例来的，你的脸好大哦，大到都没有办法比较，哦，真的吗？好，可以。我们吃吃看这个，它好像每一个都会做一个，就用酱烧。你要弄龙虾，龙虾这么奢侈，这一块呀，来，哇，超弹，嗯，咀嚼性要够强，超级弹。它还有这个和牛卤肉饭，哇，这如果再加一个半熟蛋，好，来吃吃看。嗯，它里面是瘦跟肥都有，然后肥的油脂都融到这个饭里面，都是已经湿湿的。哇，来，我觉得必点一碗，配着吃，超好吃，配这种炸牛超好吃的。好了，大家开吃。好了，这一次我们用餐的账单在这边。我们总共吃了，主要一个套餐是这个日本 A5 再加这个龙虾锅。是2999，可是基本上我觉得他那个套餐就可以三个人吃，我觉得三个人吃就很划算。然后刚刚我们单点了两个，一个是猪肉拼盘的烧肉锅是499，然后一板的这个美国一板安格斯牛的话是399而已。我觉得如果是个人来吃的话，吃这种个人的就很够了。那如果你是两个人到三个人想要吃好吃一点的话，日本 A5 配龙虾锅必点，真的超好吃的。那这样总共是四加一层啊，它需要加一层服务费。好，原价是3897，然后加一层是4287。那如果你是只有点龙虾锅的话，三个人这样加起来应该差不多900多块，蛮划算的哦。推荐给你们参考，真的这一家真的蛮好吃的，在北屯区，这边是北屯嘛？对，在北屯区，我看北屯区基本上很多烧肉都还比不到这一间，赞。好啦，拜拜。你看它的甜点让我想到什么呢？爱滋味八宝粥，红豆汤也感觉很黏，料很多，嗯，冰的好吃，然后红豆口感很好哎，每一颗都很大块，而且煮得很黏哦，跟那个汤都黏在一起了，偏甜，差不多以清新来讲，差不多6分7分甜，好像加牛奶，那这个加牛奶一定超好喝的，对，炼乳可以，炼乳太甜了，加牛奶会超好喝的。